点解你仲企得咁直嘅？因为我而家已经储低年轻骨质啦。我都有补钙噶。四十岁后骨质密度逐渐下降，不断补钙都未必阻止到骨质流失。好在有雪印每日维骨，含国际得奖发明 MVP， 临床证实成分有助提升骨质密度，越早护骨越有年轻好骨质。雪印每日维骨